主题是挡不住的，挡不住的诱惑，挡不住，挡不住。这个真的很帅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很恐怖，挡不住。看来了，小慧喜溜溜秋秋。我知道了，对，我都知道，怎么样？也没办法演了，真的挡不住。我来这个节目是经常吃不到。你的人生啦，你的人生是破了感情，对，吃不到，有点悲伤，一直拜托，一直拜托。那你就拜托，不要当癞蛤蟆，你就可以吃到天鹅肉了。你这样讲，你要反击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他说的是事实啊。他们要吃的是凉拌海带丝跟加了醋精的。凉拌海带丝，听说这个醋精是挡不住的，挡不住的诱惑，挡不住，挡不住，这个真的很帅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很恐怖，挡不住。看来了，小慧喜溜溜秋秋。我知道了，对，我都知道，怎么样？也没办法演了，真的挡不住，真的挡不住。哦，就跟你说，真的挡不住，你要帅啊，你要帅气的演，你嘴巴不能闭啊。真的挡不住，真的很恐怖。你闭就装出来了，真的很恐怖。嗯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加油，不要拖累我。你要担哦，他还要在呛到的时候，小心你的球，还要把那歌唱一下，每次都流眼泪，二选一而已啦，加油，我们现在搞怪，我闭嘴，啊。可以哦，左仁轩，我真的很担心。小慧喜溜溜啾啾，啾啾。哇哦！休学打不住，打不住，小慧喜溜溜啾啾。哇哦！以我对张立东的了解，他真的吃到，他真的吃到，没有他刚，我们这个单元从来没有人吃好像自己承认自己吃到了，对，从来没有。对，没错，我是吃到，对，我吃到。当他发现他表演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会放弃。我吃到了，对，我吃到了。他还会交代一。我是知道你们两个加油，你们两个自己加油，不要拖累我。你认为谁？吴秉辰吧。吴秉辰哦，因为他今天演的演技比较深色一点。今天他的比较少，咳的有点小假。他这对小假是他刚刚的表现方式有点像是吃到辣或者呛的感觉。哦，我这么觉得啊，那你觉得？但是我看到他刚刚有一点泛泪，他硬挤出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那个泪是之前笑张立东的，那不一样。他是笑完张立东还留在你眼里，你觉得要吗？我也觉得是吴秉辰。好，那你去。不是，我先推出去了，你去啦。要先推。哦，没事啊，你们猜拳嘛。来，还有你啊。嗯，还有我。剪刀石头布。完全吃不到，我对了问题，你一个你就承认你就是，我跟你说这一局你要扛，我这一局我要扛，你为什么 hold 不住？为了谢谢你，我帮你吃掉它，好，你确定哦？来啊，你
你真的很开胃，会很开胃，会很开胃。怎么打开？怎么打开？哇！吸气。是不是打不住？打不住啊！有纸，有纸。是不是？然后就在最后，这么难过、尴尬的，你还唱歌，你都笑死人。你说怎么样？对啊，小心去去，直接唱到。对，就是唱那个吸到了。这个没办法唱歌啊，不知道了。这一局算你的，因为他制作人叫他夸张一点，他也在害人。